今天相亲遇到一个七八女，第一次见面竟然送我俩姻缘，好事啊！送这个还不如送给我俩红包嘞。相亲见面，女方送男方俩姻缘，这还真是一件奇葩事。来，我看看是啥的姻缘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能值多少钱。总感觉啊，俺俩不合适，因为俺家庭条件不好，想找一个工作比较稳定的。相亲见面感觉不合适啊，改天有时间可以把姻缘还给人家。你这两块姻缘都已经聘金入盒了，里边有一块少见的八年，你看这笔面非常干净。另外一块这是23年的穿样，也就是通货状态吧。这两块加在一起几千块钱了，比红包要重很多呀。就这俩姻缘能卖几千块？对呀。那应该是我小看他们了。我也以为不值钱呢。这是纪念品，那家伙能卖钱真是超出我的想象。实话告诉你吧。我今天见面聊了呀，很尴尬。因为他是中专的学历。上来都问我是不是博士后。你想想，一个中专人啊，竟然走想找个博士后。这说明人家这个要求高。第一次相亲见面能送你俩姻缘啊，这说明他家的条件也不会差了。应该是条件比较好。我看他坐车来的。好像那个司机一直在等他。幸亏我长得比较帅啊，虽然不是博士后，但好歹也是985毕业的高材生。三观，我们聊不到一块儿。我正准备拒绝他，没想到临走的时候，送给我俩姻缘。这个年轻人找对象，三观、性格、爱好一定得谈得来，毕竟谈对象都是奔着结婚去的，结婚未来可是要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了，不能因为这两块姻缘啊，你去迁就他。你说的对。我感觉他的性格比较霸道。有点不适合我。但是他家庭条件啊，又比较好。我现在有点纠结。你们俩毕竟第一次相亲见面，性格的话往后慢慢可以去了解。一般这个姻缘啊都有一定代表寓意，姻缘吸引姻缘，女方送这个表示对你满意，大有定情信物的意思，真假完全没问题，你现在啊可以拿回去了。我今天拿都拿过来了，你具体给我定个价。我现在正急用钱呢，我要把它卖了。看来你这经济条件确实有点差，这相亲对象才送你的东西，你这还没暖人就想把他们卖了，我总感觉不合适。价位的话，这俩这八年大头是最贵的。我想跟你说一下他的斑，这个是典型的空心眼，因为八年斑比较多，空心眼是八年里边最常见的一个斑。好就好在你个这个纸口，你看全身的包浆味道也不错，属于全是薄包浆 XF45 在这放上来，大概也就4000块钱左右吧。一个都4000了吗？对，那加上另外一个不都8000了吗？这价位啊，我能接受。你先别激动，别激动，这账不是这样算的。另一块是23年的穿样，这个就比较便宜了。23年穿样和这个普通的冤大头价位一样，你这个是 XF45 分，也算是一块通货状态吧，也没什么斑。如果有斑的话，这盒子上就标注了，大概价格在1200左右。这价位差的又太多了吧？对。你可不要以为我不懂你都忽悠我呀。没有，因为这两块银元啊辨识度比较高，这个价位在银元里边非常透明，具体价位你可以咨询一下你这个相亲对象，他送给你呢他绝对懂这个价格。第一次相亲见面，我打电话问他价位啊，这不太合适。能来吧。还是给你吧。给你。变现可以，作为过来人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相亲见面了解一个人，可不能因为他家条件好，对吧，性格、三观、爱好，这都可要了解清楚，万一以后结婚了再闹矛盾，说实话就划不来了。还有你表现之后，以后你就买不来这一模一样的了，你得考虑清楚。没事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择偶标准啊非常清晰。都卖给你吧。我要过幸福的生活。那好，那我给你留3天，如果有变动了到时候你可以提前告诉我，行不行？不用留，不用留。好嘞好嘞。